请大家咧唔好再打断呢个会议嘅进程。行政长官，主席，喺我回答郭荣亨议员嘅提问之前，我必须要讲，呢几日外围经济风大雨大，今日同立法会议员喺埋一齐，我相信香港市民期望我哋做嘅。就是大家怎樣去商量好香港的經濟發展、改善民生的政策和舉措，但是大家在過去那十幾分鐘看到的，就是這個議事廳裡面的我們的秩序問題。我現在答郭榮亨。黃毓民議員，黃毓民議員立即停止發言。